现在那个苍流少将军正在调兵遣将，他身上有侍郎的嘉陵牌，可以调整个半步城的兵力。那如果他没有了令牌，是不是就调不了兵了？都说不用你服侍了，拿个造假。你不是老板娘，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赶紧放手。姑娘，姑娘，我不知道老板娘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她是这个想法。对不住了，殿下，这盏七星灯可以照亮星尊王屋，就让黎珠带殿下去拜谒星尊王屋吧。九翼王不跟着一同前往吗？啊，老臣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就不给殿下添麻烦了。那就有劳黎珠姑娘了。需要一点时间，我去前面查看一番。苏嬷，灵儿，你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苏嬷。姐姐，你这么关心苏嬷，那我和苏嬷谁更重要啊？你在这等我，马上回来。姐姐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苏嬷，我们鲛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，七千年来多少痴男怨女因为空桑人而错付，两情相悦大概是这世上最难的事吧。不孝女儿白银，愧对父王之托，特来请罪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得偿所愿的。水火不容，这火系阵法，你越反抗，这火就烧得越烈。是兔罗吗？如果你们心中有任何不满，或是找我讨要都可以。但是，苏嬷她现在伤得很重，她是海皇，你们要救她。你很在乎她吗？对，你有办法可以救她吗？如果我能救她，但是要你的命呢？纳生，这有危险，这样离我近点。哎呀，大叔，我说你真的不能老吃烧烤了，多吃点蔬菜，眼睛才会好呀。谁？整个云荒煞气皆汇入此水中，回流天际以求抵挡，掉下去几乎没有能活着出来的。喂，这里有结界，我们出不去了。一生一死，你死我生，你生我死。浓雾遮挡四周，
我们找不到出口。是白英姐姐吗？阿英，是你们吗？要想办法，赶紧驱散这里的雾气。下，你们先走吧。这是百年前你唯一送我的礼物。以后我再送你一遍。害怕吗？不怕。百年前你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我没能陪你，这一次有我在，我们会活下来。我们一定会活下来的，别怕。人群都散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我百年来没有看过日出，可以陪我看日出吗？可是我……天亮之前我们就走，我会保护你的，相信我。曾以为的缱绻，用时间心血，弹古老的琴弦，只为换你一笑的瞬间。这一生爱一人，又怎计算亏欠？却不愿，却不愿换成。此事之前我话还没说完，你便消失离开了，是不是对我有些失望？其实我不是鲁莽的，不顾权限的安危，任性的做一颗避光珠。我只不过想弥补百年前的错误，百年前是我欠他的，我要是没有赏金他，他就不会爱上我，他也不会承受现在所遭遇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救我才重伤如此，这样的我是所有人的累赘。我知道身为海皇，我有责任保护整个权限，带他们回家，但作为一生只能爱一次的鲛人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又怎么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海皇呢？此事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